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系十三小推介时间啦。咁啊，星期六十三场咧，咁啊，多蒙特对杜塞尔多夫啦。咁呢场波咁亦都系多蒙特嘅关键战啦。以前都做两场嘅联赛嘅。咁呢场波最后和1.18啦，咁啊，半场1.5几噶嘛。让球方面让到球半两球都比较深噶。咁啊，十三小介绍啲咩俾大家参考咧？咁啊，都系个半场最后和比较。穩陣啦，1.51嘅，咁點樣揀咧？咁啊，我哋可以睇翻佢兩隊先啦。咁其實多蒙特主場之前都非常之強嘅，咁但係近排咧，咁啊變咗係有啲失色啦，比之前咁啊6胜2和2负，咁啊入22球啊失15球啦。咁可以睇翻杜塞爾多夫啦，咁啊作客點樣差一啲嘅3胜2和5负啦。八場嘅主客場啦，咁其實多蒙特咧近況都幾用噶啦，係輸俾拜仁之後咧，咁有兩場波咧，咁啊都係叫失分啦，咁其餘都係贏波嘅。咁最緊要作客嘅杜塞爾多夫差嘅啫，基本上就係、是、因為經常都失波啦，仲經常俾對手大炒啦。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1.51都好啦，咁啊個半場嘅主客和。1.51多蒙特嘅十三小嘅推介。